是干嘛了？出来随便走走，给你看个东西。走。戴维他们在养殖场附近把监控都看了一遍，最后在加油站监控找到这个。这两个人你认识吗？你看看他们这个怂样，像是我认识的人吗？一看就知道是个新手。赶紧回去，先找到这两个人。行，我先把这里的事情给处理。